你今天想吃肉肉了吧？我带你们到青青烧肉泰嘎后矮黑梅森。相信在台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家位于东区的青青烧肉，他们有专属的停车场，非常的方便哦。今天带着家人来吃他们的轻点双人套餐，再加点油脂丰富的日本和牛拼盘哦。每次听到那油脂触碰到铁网发出的滋滋声哦，加上肉汁慢慢滴下来的画面，整个就食欲大开耶。青青烧肉有套餐以及单点的形式哦。假如我们三个人，我自己是建议选择双人套餐，再加点你爱的、哦。画面中的十三香和马告盐渍鸡腿肉哦，香气和口味都非常强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他们家的肉类品项蛮多的哦，价位来说算中等哦，所以有蛮多学生和小资族来享受哦。他们的店员很会烤蔬菜耶，节瓜丝瓜必点哦。不止这些，海鲜还有各种前菜、沙拉和主食，品项非常的丰富，绝对可以让你吃得饱饱的。牛肉野菇玉子冻饭以及香到爆炸的奶油鲜虾拌饭我都很喜欢耶，还有他们的雪花冰和巧克力蛋糕很好吃耶。重点是啊，现在还有啤酒无限畅饮的限时活动哦，太开心了吧。